东西都有了，那就开始吧。首先，先加粗跟油。好，有。粗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机器人厨房需要醋。机器人厨房没有像你们人类有那种油。所以我们得用，我们加汽油。我们九二吗？我们这一锅没有加油站。我们是车上锅。那是车上锅。预备备，开始开火，啪！好，现在已经可以放面了。OK， 然后放蒜头。然后把玉米烤。OK， 谢谢。可是你不是要煮拉面吗？拉面呢？我们是玉米拉面。对呀、啊。我们的面，番茄酱清上来。好了吗 ？OK， 可以弄蜂蜜了。蜂蜜好了。OK， 还少了什么？还少了什么？还少了。拉面在哪里？拉面已经在锅子里了。那已经烂掉了吗？还没。好。还没熟嘞。你撒掉。对了，帮我拿汤。没有汤吗？好了，青加牛肉，牛肉好了。OK， 请，谢谢你。小厨好吃吗？好吃。小厨真是太捧场了。我吃完了。还有什么料理？豆腐我吃完了。我中厨，我吃完了，好。